去会会李公子。是假情假意的，哎，何出此言？你想啊，人家千里迢迢来看望你。
你，可你连面都不见，这难道不是假琪假意的吗？是啊，李郎他。吩咐冯府上下早早安睡，小心火烛，谨防盗贼呀。老夫人吩咐冯府上下早早安睡，小心火烛。花园处处
薛公子，你让我找的好苦啊。你是？我是小姐身边的春红，你那弯记着。哦，春红，夜静更深，你到此作甚？有人给你送信来着。哎，哪个与我送信？喏，你看那蔷薇架下是哪一个啊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喏喏喏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在哪里？在哪里呀？在那里，在那里。啊，春红，春红，春李公子，你是怎么连小妹素贞你都认不出来了么？贤妹，李Oh,
爷夫人，就是他，休得无礼。老爷，你看看这是哪一个我？原来是你这奴才。老爷，冯家的陈农快婿都快成梁上君子了。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我来问你，深更半夜来到花园做些什么？这个，哎，老爷，我亲眼看见他偷着我府的一包银子。啊，还不快与我走。是，且慢，文艺在此。哎呀，这啊，偷着这么多的银子，阿爷还有首饰喂？首饰哪里来的？这不，哼。当年走到这花园，毫不认怂之徒。老爷，当年的灵魂就换不了花衣裳。容易把我弄到这是真心呐、常言道，人心隔豆皮，了心隔毛衣。李兆廷这奴才乃是一贯禽兽，险些误了我儿的终身。从今往后，你要与他一刀两断，再也不要提他了。爹爹，女儿不用。儿啊，休得悲伤，为父与你领子告门了。素贞呐，爹娘作旨，已把你的终身许配给京中刘大人的吴公子了。爹爹，儿啦，这都是为你好啊。爹爹，本身八字早已送去了，你嫁到刘家是家定的了。怎么嫁定了？嫁定了。爹爹，除非是爹天也疼。
夫人，夫人，夫人。老爷，你是要你的这个宝贝女儿，还是要这家规家教？你就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！哎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哎呀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！为父主意已定，三日后刘府派人前来探亲。是个男的，他能远走高飞，就再也不用受老夫人的气了。怎奈你我都是女流之辈。哎，小姐，你不是跟我讲过花木兰的故事吗？花木兰能女扮男装，替父从军，难道小姐你？是啊，难道我就不能女扮男装，替父伸冤？春红，我们进京，进京，进京怎么说？顶替李郎之命前去迎使。哎，好主意。小姐，那你走着，我怎么办呢？春红，我的好妹妹，你也随我一同前往。哎，好，那我叫什么名字呢？你就叫李龙。李龙，我叫李龙，我叫李龙，我叫李龙。老臣之考，今初三长一地
岁，在群里夜场见了金科状元李兆平，是文采学中相貌惊人。万岁是夸了又夸，赞了又赞，这是何故？去下聘，匆匆装回籍。刘府见过相爷。哦，刘府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聘礼可曾下到？聘礼依然下到。冯大人可好？哦，只有冯大人施信一封，相爷请看。待我此书一观。哦，原来是冯家小姐染病在床，即使聘礼收下，等过惊动命春也就是了。阿刘府在下去歇息去吧。是。圣旨下。启禀相爷，圣旨下。哦，戒指。是。戒指。万岁有旨，选刘文举皆可进贡，有要事向善，不能有误。万万岁。有要事向善，这要事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定是为了找罪之事。这样的美事迟延不得。刘府在，快快与老夫跟进，我要即刻进宫。是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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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愿名扬天下，蒙圣恩，茅草想回去与李公子拜他成亲呢。哎，下次这话要小心了。严梦
人到。刘大人到，莫不让你回去与他家吴公子拜他成亲呢？倒要小心了。哦，快快有请。是，有请，有请。假道未曾原因，还望恕罪。啊，庄云公，老夫冒昧来访，庄云公莫怪哟。岂敢岂敢，老大人请。嗯，请坐。有座。请。啊啊啊，老大人请用茶。哦哦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老大人，你因何发笑啊？哦，庄云公，你有所不知，那日苦场之中，初斗风采，与平毛不凡，是与众不同。老夫我大吃一惊，今日仔细看来，果然是茅塞潘安呐、啊！老大人却笑了。才貌双全，国之栋梁也。老大人过奖了。莫怪万岁龙心大喜，就是老父母也高兴得很呐、啊！老大人，哎，庄云公，你的大喜来了啊。哦，我有什么大喜呀、啊、状元公啊，庄云公，你就不要过谦了吗？
万岁恩赐，老大人栽培，学生我事事感激不尽。这是这婚姻之事吗？怎样？学生我就实难从命了。哦，就是没活。哎呦，老大人，我来就得放肆。老大人，哎，我乃是个什么？是个有了妻室的人了。怎么有了妻室了？是啊是啊，老大人，你看这，哎，赵员公，这就不对了。俺万岁在秦密宴上问你可曾娶妻，你说尚未娶妻。这如今怎么又有了妻室了呢？啊，庄云公，你就不要借故推脱了。你答应了这门亲事，老夫我也好逃避喜酒喝喝啊。哎呀，老大人呢，我庄云公他是个女的嘛。哎，现在胡说。哎，老大人，哎，此事是万万死不得的。庄员公，你不念老夫我做法之心，你该知道这乃是生命难为哟。生命是啊，圣明。哎呦，老大人，此事是万万死不得。庄云公，死不得。哎，庄云公，死不得的。哎呦，死不得的。李兆廷，天宇，万岁！万岁有旨，你新科状元李兆廷即刻进宫呈文，不得有我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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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有请诺。是。
有请，有请。卑鄙立相，争霸春，千科状元封一名。巡按八府回朝转，来访梅婿李兆廷。啊，梅婿在哪里？梅婿在哪里？梅婿在。他不是我的妹婿啊，状元公，少年登科，可喜可贺。岂敢岂敢，小弟理应登门拜访，何老大人驾临啊，岂敢。大人请啊，状元公请请。有座，请。啊，敢问状元公府上哪里？下官乃湖广襄阳人士。请问大人。本人也是湖广襄阳人士。哦，大人也是湖广襄阳人士。是啊。此时来，你我，你我是同乡的了。哦，你我是同乡的了。啊啊。哦哦。请问，请讲，请讲。请问大人是几时离开元郡的？本院自有离开家乡至今算来，也有八年了。请问，请讲，请讲。请问大人，湖广有位冯顺清冯老先生，大人可曾认识？哦，认识认识。那冯老先生之女冯素贞，那冯老先生之子冯绍义。你，哎呀，兄长，你是？哎呀，怎么连小妹素贞你都认不出来了？怎么？你是素贞妹妹？是我吗？哎呀，贤妹呀，你不在贵中辞休，你把男装来到京城，你可知冒名是乃欺君之罪？我看你是怎生得了我？啊。
讲。万岁有旨，要找我这个新科状元做做，哎呦，做驸马呢。兄长，怎么，万岁要找你做驸马？是啊。哎呀，你这场祸就闯大了。哎呀，兄长，你快替我想个主意才是啊。愚兄身为八府巡案，倒也断过不少疑难案件，只是你这一死，实在将我无法可想。你，兄长，咦，兄长，小妹倒有一计。哦，有何妙计？快快讲来。兄长，相貌与我相像，这个驸马你就听我做了。我，哎。两国李兆廷就闯下了这滔天大祸，再来第三国李兆廷，那就更加无法收拾的了。是此事了，我这个女驸马是做的了。至此，小妹只得进宫，倘有不测，还望兄长救出我那苦命的李郎。圣旨下。赵廷接旨，万岁。万岁有旨，命新科状元李赵廷即刻传带进宫，不得有误。谢万岁。请状元公更衣。是，请状元公更衣。
片刻，共知险情。驸马，
了。是啊是啊，我就是多了。公公，捧醒酒汤来。哦，这醒酒汤嘛，就不用你。哎，身子不爽，还是饮些的好。父马，你要早些。
作为为能伺候公子安睡，岂不是有足为母？驸马，我来问你，你家中还有善待娘人？老母在一堂，可有前妻？这个什么这个那个，总有前妻，对我讲得清楚明白，我也不讲罪于你。公子，我哪里有什么前妻哟？哦，既无前妻，说什么夫妻相逢再来三年？公子，死到日今，我就对你实说。了吧，讲。
将是进宫谢媒人，臣刘文举见驾，吾皇万岁。六亲平身，赐座。谢万岁。啊，万岁！现老臣进宫，不知有何事宜？昨日公旨召了驸马，多亏爱卿做法，特此宴请功啊！哎呀呀呀呀！万岁，公旨驸马来南丰贺谢，这真是我主的鸿福，老臣我何功之有啊？哎，有道是：天上无云不下雨，地下无媒不成婚。上时公旨驸马到来，定要谢你这个大媒人呐、啊！哦呦呦呦呦呦呦，不敢当啊，不敢当啊！论时，在向公旨驸马进宫。是，万岁有旨，宣公旨驸马进宫啊！领旨。旨意安排的，二人见即行。参见父王。皇儿平身，赐座。谢父王。啊，公旨千岁，平身。皇儿，这是你的媒人上前谢过啊。哦呦呦呦呦呦，不敢当啊，不敢当啊。哎，刘大人是月老红梅、哦、又是暗司大人，理当要行。哦呦呦呦呦呦呦，这差老臣了。哈哈哈哈，啊，万岁，蒙圣恩，一连三见，皆免老臣之考。老臣我天下之子，见过千千万万，但从未见过像驸马这样的博学多才。这真是皇家的栋梁，我主的鸿福，公主的如意郎君。愿公主驸马白头偕老。
多谢刘大人。啊，父王，刘大人果然眼力不差，驸马果真是博学多才。会见得。昨夜洞房之中，驸马与儿探经论古，说出来的许多奇闻，都是儿臣我从未听过的。驸马，你有什么奇闻异事，说与孤王一听呐、是啊，老臣我也要长长见识啊。待儿臣说服王之大啊。怎么，皇儿，你要讲？好，你就讲吧。父王用笔。
美人也是有眼无珠的了啊，但不知他答应了不也啊。像话了，堂堂帝王之家竟然找了一个女驸马，这也未免太荒唐了啊。哎，那个皇帝原不知她是个女的，哎，这一公看来，这个美人啊，少不得要定她过十场之罪。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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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那个皇帝嘛，也不知道她是个女的啊，难道说这个做媒的真的瞎了眼睛不成，竟然找了一个女驸马？要是是在吴朝啊，是要定那一个视察之罪。驸马，您说这世间之善真的有这样奇闻一字魔？驸马，世间奇闻或知千万，是才公之所言只不过是其中一人而已。哦，啊，父王，啊，你看这一女子为人如何？倒也算得奇女啊。嗯，算得是个奇女。父王，你说呢？儿臣不敢冒昧陈词。讲不妨。父王，我看这一女子不为富贵所引，不为贫贱所以，岂止可嫁，岂请可配，还算得上是一女呢？怎么还算得上是一女？嗯，不但是一女，还是个才女呢。会见得呀，她能得中头名状元，岂不是才女么？哎，有理呀，啊，有理呀，啊！皇儿说的倒还有理呀，啊，本来就有理嘛。皇儿，如此的淫女才女，但不知出在哪朝啊？啊，父王，若是出在我朝，你便怎样？若是出在我朝，哎，父王，你说嘛，你讲嘛，父王。皇儿啦。
打工啊，这个女的呀、啊！你看，你，到底是何人？民女冯守贞。冯守贞，你不叫何名字？冯顺庆。哪个冯顺庆？湖广襄阳冯顺庆。怎么，你就是冯顺庆之女冯守贞吗？真是。你怎么认识于他？这冯守贞，我来问你，你父叫你该配哪家豪门？就是这位刘大人的吴公子。刘青、万岁，此事怎么又牵扯到你的头上来了？哎呀，这你不是卧病在床哦？你怎么知道他卧病在床？哎呀，这都是刘大人替我做的好媒，都是你做的好媒，替姑找来的女夫啊！哎呀，万岁，老臣我失实的瞎了狗眼，有失察之罪，只是。这胆大的冯守贞竟敢女扮男装扰乱宫廷，罪在不赦。都，胆大冯守贞欺国太甚，哪里容得我死呢？有。将冯守贞推出门斩首。且慢，我。官纵然不杀他，怎来他是个女驸马，又怎能帮儿终身呢？胆大的冯守贞竟敢出言犯上，罪加一等，带下去五十三口问斩。招来的驸马是个女的，岂不让人取笑吗？哎呀，父王，死不得的，死不得的！这杀又杀不得，赎也赎不得，无量无儿众生，这便如何是好？万岁，不怪老臣我倒有个愚见。哦，你还有什么愚见？快快讲来。万岁，吹吹打打，吹吹打打，走走在洞房中，共决众生陪家母。
守贞，万岁念他时意已矣，饶他不死，将他幽禁终身。这样一来，新国丈人人善礼礼照听，万岁，这张风波外人是不会知道的。柳七，你这个旨意倒还不错，速速运过罢来。遵旨。且慢，哎呦，父王想那冯守贞九死一生，为的是夫妻团圆，如今将他们活活刺杀，于心何忍？再是李兆廷是个有了妻室的人了，竟然与他成婚，岂不又是皇家的体统吗？哎呀，父王，死不得你，万岁，死不得你！都是你这个刘大人替我想出来的好妙计，这好旨意，这你呀好良心哦。是你呀怎么就想不出一个好主意呢？哎呀万岁，老臣愚昧。下次你就要少开口。是啊，父王，儿臣倒有个良犬青梅之计。皇儿有何妙计，快快讲来。父王想那冯守贞乃是一结义女子，父王何不收她为义女，再将李兆廷放去，定她的状元之命，到那时父王又多了一个女儿，驸马仍然是李兆廷。那皇儿你的终身也，儿的终身凭父王做主。怎么你要顾寒收他为义女？这是两全其美之计，别无良策。这是从何说起呀？哎呀这是从好就一欢呐，谢父啊。累时在领冯祖镇请功。是父王，你既受他为义女，就该赐他穿戴进宫。也罢，领冯祖镇穿戴进宫。是。万岁有旨，命冯祖镇穿戴进宫啊！领旨。朕姑念你救父一片真心，免你死罪，并奉你为结义公职，与皇儿结为姊妹。谢父王，皇姐请起。父王，儿臣有本，起走。你且走来。启奏父王，李兆廷现在襄阳监中，请旨发落。累时在富光襄阳冯顺亲先平爱父，无聊没到，发疯一年一事陈出，并命冯顺亲亲自将李兆廷送进京来，不得有无遵旨。启奏万岁，八府巡案冯一鸣闯进宫来了。哦，他乃是儿臣的兄长。走。
待万死。你身犯何罪？臣妹冯素贞女扮男装，欺君犯上，臣妹有罪，罪在微臣，望万岁发落。是你无罪，谢万岁。兄长，啊，小女。兄长不必惊慌，多亏公侄相救，万岁已赦小妹无罪了。谢万岁不斩小妹之恩，平身谢万岁。兄长快来谢过公侄千岁。谢过公侄千岁，平身。得罪了啊！哦哦哦哦，万岁，你看那秦国的状元，内心不朽没有好汉，汉不尽身为太高。陈年不便把美宝因此上不成吧，他来到他万岁，你可还记得？顾安倒还记得。万岁，冯氏兄妹文才之中，相貌惊人，这真是我主的鸿福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看他们兄妹二人的相貌倒还有些相似。万岁，城门府一名尚未娶亲。万岁何不将他召为东床驸马，这样一来跟现在我主恩德无量，又成全了公主的婚姻。万岁，这杯喜酒老臣我是喝定了啊。王啊，你说呢？不愿意？答应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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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应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刘七，哦，万岁，这一次你不要与顾安再招来个女驸马哟！万岁。这一次老臣以全家的性命担保啊，奉一命听旨。万岁。顾安召你为东川驸马，等你召听进京，同行大礼。谢之龙恩。Thank you.
王啊！